哎，你们看一下，现在进度倒是还是挺快的，第二层已经差不多三分之二了。哇，我们这里叫什么家常红烧肉啊，农村版的。你今天不煮笋啊？煮了这么多笋，今天算了，晚上不煮了。反正你先把它倒点水，我再拿来炒菜。这个家常版的红烧肉就烧好了。我们这个红烧肉没有熬糖色，就是时间炒长一点，炒透一点，再煮的时间稍微煮的长一点，煮烂一点。